重庆好出名嘅杨记龙虎咧，而家深圳都有得食啦。唔好以为讲起重庆菜咧就一定好辣唔啱食啊。事关呢一间咧就出名系广东人都食得嘅川菜嚟噶，跟我入去试下。杨记龙虎喺重庆系好出名嘅排队店，亦都系全国必吃榜嘅餐厅之一啊。餐厅主打地道嘅重庆江湖菜，味道咧就着重刺激，以麻、辣、鲜、香、爽为主。除了有美食之外，现场的气氛环境亦都十分出色。餐厅有四个不同的开放式厨房，还有不少打卡位。工作人员穿上虎头帮的服装，相当有趣。